潮水的将你我包围。文扬是第一位在迪拜办个人演唱会的华语歌手，对吧？我给你留一分钟的时间，好，来。没有潮水的将你我包围。水的将你我包围，一个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。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，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？别隐瞒。说别怕我伤心，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，我爱你是来自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。在遥远的地方，你是否一样已经过得不好，还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。谢谢，听到你们的热情的欢呼声，我就真的放下了一颗心。因为据我所知，文扬是第一位在迪拜办个人演唱会的华语歌手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其实不止我紧张，其实大家都很紧张。因为呢，以后会不会再有其他的人来，就看这一场大家的反应跟你们看得满不满意了。满意吗？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相信今天晚上过了以后，我应该非常确定我还有机会再回来，对吧？谢谢，希望很快的能够再回来，再回到杜拜来，为各位带来这首歌《回来》。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。